GG 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GG 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GG 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GG 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GG 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GG 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这位客人，请带上您的翻译器。你好，我要一箱麦克斯蚯蚓罐头。麦克斯蚯蚓？对，第12号基地。嘿，只剩下2罐了。为什么只剩下2罐？我要一箱，为什么只有2罐？那你可以选择订购，从 TMD 星云第9行星发货过来，需要20天。为什么只有2罐？我要一箱。为什么只有2罐？我要一箱。笑话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够了，这里就是只有2罐。你爱买不买？再问为什么，我就将你列为不受欢迎客人。请问有 Max 蚯蚓罐头吗？最后2罐，要就拿去。不要了，谢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和你浪费时间，还不如去地下室给蘑菇浇水呀。哎，阿呜，今天的生意好吗？不好。怎么了？他在说什么？浇水的时间到了，好吧，猪猪侠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帮我个忙。呵呵，请人帮忙要礼貌一点，还给我机会，谁稀罕呢？回去给我的蘑菇浇水。给蘑菇浇水？哦，我是特工耶，你就让我干这个？而且态度极度恶劣，懒得理你。哼，不去我就把你床底下的棒棒糖全部偷偷吃掉。嗯，还敢威胁我？超星锁，上！喵！停！喵！上！喵！停！我错了，不要这样了，我拜托你，我的蘑菇就是我的命，看不到点不浇水的话就会死掉。你浇的不是水，是救我的命啊！有那么严重吗？水不用浇太多，每颗喷3下就够了。我要继续搞定这条鱼，3下，记住，3下。哎呀，一个特工沦落到帮自己的宠物干活，记得3下。哎呦，内有恶犬，是这里了吧？哦，这里的蘑菇可真够多的。阿武是一个机器人，想不到他竟然有这种爱好。哦，好了，每颗喷3下。1、2、3。一，哎，毕业纪念册。哇哦，阿武的毕业纪念册。不愧是超星智能生命啊，他竟然上过学哦，这居然还是虚拟现实眼镜。带来试一下，他应该不会发现吧。对绝虎，对绝虎。铁拳虎，我是铁拳虎。对了，这是阿武的毕业纪念册虚拟系统，我当然是铁拳虎了。是，
你该不会连站起来都想拖延到明天吧？黑铁虎，回答我的问题。啊，是什么问题啊？摩托星的摩托蟑螂在缺水、缺食物的时候，能够维持生存多少天？啊，这个，三天？三十天？不对。三百天？对。啊？不起，答错了。摩托蟑螂在恶劣环境下能够转化为植物，仅靠光合作用和土壤里的一点水分就能存活1000年。啊，蟑螂还会转化植物，这太扯了。竟然连这么简单的常识都答不对，我要惩罚你。你想怎么样啊？你要讲个笑话逗我笑。哦，讲笑话？没错，告诉你，我的笑点很高的，想逗我笑可不容易。可是我不会讲笑话啊。这句话太好笑了，哈哈哈哈。啊，这位老师，我觉得你的笑点低到没有朋友啦。这个笑话我很满意，坐下吧。哎呀，对了，毕业论文记住赶紧写，交不了作业就不能毕业。哎，论文作业。终于搞定这个波波波的了。嗯？啊，其他星球来的老顾客吗？可是本店今天已经打烊了。哦？铁拳虎，喵啊，是慢吞吞。来来来，本店对你特别招待。我对蘑菇啊，不是，我对你们拖延星人总有种莫名的亲切感。我不是蘑菇。是的，是的。上次买的皇帝的新衣变身手环怎么样？还满意吗？是拖延正兴的拖拉拉阁下。拖拉拉阁下。贸然来访，请见谅。随时欢迎，随时恭候啊。我过来的目的是想要更换一下伪装手环。哦，可以，之前的坏了吗？只是想要更换一下别的造型。喜新厌旧。慢吞吞，我什么也没说。哦，这个简单。拖拉拉阁下，请进行挑选吧。长途跋涉，我还是先睡个午觉吧。别拖延。好了好了。咦？哇哦！啊，这条不是放错。这是迷糊博士的标志。迷糊博士是星际超好玩联盟的首席科学家，这是他的标志。我绝对不会看错。铁拳虎，迷糊博士在哪里？是你看错了吧？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我太忙了。你自己挑吧。口水真多呀。老板，迷糊博士。哟，今天有熟人来呀。迷糊博士，你怎么会在童话星球？你可是宇宙通缉。小
声点儿。要低调，要低调。你们别紧张，这是我的地盘，他们找不到我的。迷糊博士，我有很多问题想向您请教。先买点东西呗。好，这些我全要了。哎呀，大手笔啊，一起给你打个99折，外加一张积分卡。这么多格子的积分卡得积到地老天荒吧。积满印花，我就回答你一个问题。好的好的，我明天就来把所有东西买光。哎呀，拖延。好了好了，迷糊博士，还记得当年的急性子铃铛吗？急性子铃铛，这算是一个问题吗？要我回答问题得积满印花哦。迷糊请根据曲速引擎原理制作完成时间跳跃的急性子铃铛。啊，什么曲速，什么原理，时间跳跃是又是什么东西啊？能吃的吗？我为什么要替铁拳虎做毕业设计啊？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做嘛。对呀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我在这里能不能召唤铁拳虎呢？这是哪儿？猪猪侠。哈哈，阿五，你来的正好。喵，这里好像挺眼熟啊。喵，这不是我读书时的宿舍吗？对对对，这里就是你的宿舍。你怎么来到这里了？我不是叫你帮我浇水吗？哎呀，在旁边看到你的毕业纪念册眼镜，然后你戴上我的眼镜，链接到过去的世界。喵，我现在真的好后悔啊，莫名其妙来到这里还要帮你写毕业论文。对了，你自己的作业自己做。喵，当年我的宿舍多么值得怀念哦。喂喂喂，别在那里装傻，赶紧做你的作业。嘿嘿，没看到我现在是虚影状态吗？你进入了我过去的身体，现在你才是铁拳虎。这是你的作业。你以前不是做过一次吗？你说答案，我来做。我忘记了。哎呀，哎，把事情做完再休息。你的拖延症很严重啊，喵。哎，我以前根本没有什么拖延症，我怀疑呀，是被你这副身体传染的。迷糊博士讲座。急性子铃铛。急性子铃铛啊，想起来没有？没有。我认识的人这么多，时间又这么久远，这种没用的记忆早被清理掉了。你就说说看，这急性子铃铛是什么功能吧。它是一个铃铛。还有什么？需要晃一晃。然后呢？然后所有的动作就加速了。加速？加速做不了这个功能。你说的是时间跳跃，是曲速。虽然不知道是什么，但你说的一定没错。曲速？我觉得，你们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叫拖延症。所谓的拖延症，并不是说你的动作很慢，而是指你本身确定了一个目标，却没有第一时间去做。一直拖拖拉拉，磨磨蹭蹭，这可是一个心理问题哦。是这个铃铛，是这个铃铛。你们到底有没有听懂我说什么呀？这个铃铛的作用是动作频率加速，对拖延症毫无帮助，你们拿去也没用啊。宇宙能源晶体。是的，能稳定维持50马赫，持续提供30年能量的能源晶体，你还满意吗？成交。最后强调一次哦，铃铛对拖延症没有帮助，但我这里的东西一旦售出，概不退货。慢吞吞，买点冰淇淋吧。用曲速买冰激凌，
太浪费了。我连说话的频率都变正常了。哇，真快，先休息吧。不行不行，我浑身都想动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哇，效果真赞。嗯，啊，糟糕，猪猪侠，猪猪侠，猪猪侠。真是糟了。铁拳虎，铁拳虎。刷刷刷的闪来闪去，什么东西啊？是慢吞吞。慢吞吞，他居然跑得这么快。我也从来没见过他跑这么快，不过好像有点失控了。慢吞吞，他不会出事吧？搞得乱七八糟的，都怪铁拳虎，为什么不把这种半成品扔掉呢？错了啦，他会感应那个可恶铃铛的剩余能量，等能量耗尽了，慢吞吞自然就会停下来了。慢吞吞，帮我把这些包裹都送出去吧。没问题，这应该能耗去他不少的能量了。好，现在我必须去解决一个更麻烦的问题了。都是我当时没有做完的作业，我真佩服我自己。哎，你真不愧是拖延症晚期。阿武，我们必须做完这些才能回去吗？恐怕更糟。我查询了一下，这个虚拟现实系统的退出条件是完成我的终极理想。不会吧，你的终极理想那是什么玩意啊？回去我的宿舍打开电脑你就知道了。喵喵喵喵，我的毕业设计，即性子铃铛。这玩意有什么用啊？这个铃铛可以让你进入曲速状态，其原理就是在运动物体。停停停，你能不能说一点我听得懂的人话呀？我举个例子，假如我晚上玩游戏的时间用去3个小时，那么肯定来不及做完作业。但如果我用急性子铃铛，我就能在3分钟之内玩完游戏，然后省出2个多小时来做作业了，对不对？好像是歪理，好像又有点道理。别想那么多了，快来设计铃铛吧。干嘛？哎呀，口好渴，先喝点果汁，专注点工作。你又干嘛？肚子好饿，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。专注工作行不行？好累呀，感觉身体好像被掏空了。猪猪侠，你就是典型的拖延症了。我不干了啦，这种高科技本来就应该让专业人士来解决嘛。等等，专业人士啊。猪猪侠，你笑得好诡异呀。我不瞎等，只要找到他就行了。还有半个小时，应该够时间了。已经结束了。不，我的棒棒糖，我的家，我的一切。这下可真糟糕了。星际联盟的人，你们都听着。
还是明天再说吧。别拖延。好吧，迷糊博士已经在我们手上了。什么？限你们三天内找到治疗拖延症的方法，不然的话。啊？怎么办？走，去把迷糊博士救出来。住手！放开迷糊博士！铁拳壶变身吧！好！超新变身！被吓倒了吧？小猫咪，你自己在那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迷糊博士，我是猪。小猫咪，你是不是肚子饿了？他们只能看到正常登录系统的人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迷糊博士，我是猪。我是铁拳虎。铁拳虎？驼铃智能硅基生命？有谁研发你的？哎呀，创意不错嘛！哎呀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我是来救你的。救我？哼，我不用你救。啊？你还满意吗？刚才的咖啡煮得很香，还不错。煮咖啡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您可以完成我们的愿望吗？治疗拖延症。我第105次回答你，不可能，拖延症不是一种病，你们要改变这种习惯，不是药物能治疗的。可您是全宇宙最伟大的科学家，为什么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？因为这种研究一点儿也不好玩。好玩。等一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不是绑架了迷糊博士吗？对呀，我是来救他的。那你不做点什么吗？做点啥？我要攻击你吗？你们不反抗吗？和谐，不打架。饿了。抽屉里有太阳灯，想要自己拿。哇，太棒了！小朋友不用担心，实际上他们是没有攻击性的，他们呢就想治疗拖延症。拖延症我没有什么好办法了。其实我有个办法。迷糊博士，你看看这个。用曲速完成时间跳跃来加快运动节奏。哎，你这个思路很有创意啊！我们的拖延症有救了。不过还有一点缺陷啊。但是作为毕业设计作品，已经算是很完美了。小朋友，你有兴趣当我的助手吗？恭喜，系统任务已经完成。猪猪侠，猪猪侠，你还好吧？迷糊博士，铁拳虎，我没事，我很好。我还有事呢，一大堆事，完了再说。铁拳虎，走。我还有多少事拖延着没做呢？房间的清扫，拖着的作业，没发出的邮件，没倒掉的垃圾，还有没吃完的棒棒糖，最后一项我来帮你吧。嘿嘿，
最后一下不需要你帮忙。哎，嗯，嘿，他这是怎么了？嘿嘿，嗯，我想是我设计的系统起作用了，哈哈。完成。啊，结束了。啊，体力耗尽了。看来要治疗拖延症，还是要靠自己努力才行啊。嗯。对了，阿武，为什么急性子铃铛到现在还是半成品呢？不急不急，慢慢做，反正迟早都有空弄完嘛。哎呀，阿武，你果然还是有拖延症啊。第十五集，镜面世界。真好吃啊，棒棒糖真是好吃啊。猪猪侠，猪猪侠啊，我正在写作业呢。嗯，少来，你口水都流到桌面上了。迷糊博士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嗯，去邮局帮我拿点东西，我现在很忙，走不开啊。但是哎，不许作弊，快放回去。那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在做测试实验呢。不跟你说了，我要继续忙了。我把地址和取件码发给你，记得帮我去拿东西哦。来来来，跟谁出牌了？打牌。哎呀，真是不靠谱啊。什么星际邮局呀、啊？难道是迷糊博士又发错地址了？那些人是从哪里出来的？这里不是电话亭吗？怎么回事啊？小朋友，你怎么了？你好，这里，这里就是星际邮局吗？是的，这里就是。我是来帮迷糊博士取东西的。哦，这边请，迷糊博士是我们这里的 VIP 客户。哇哦，好漂亮啊！请稍等。哇，好酷啊！哎呀，这是迷糊老师的保险柜，请随便。要是还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可以呼叫我。这里面是什么呢？连队，认输吧！等等，我炸！我也炸，赢了！不算不算，你们肯定又换牌了。你又想耍赖？再来拔牌。迷糊老师你好，您现在方便来一下邮局吗？怎么了？你好，您的带领人正在邮局捣乱呢。猪猪侠在邮局捣乱？不可能的。你们搞错了吧？这是真的！哎呀，又来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真的是猪猪侠呀！不行，我得到邮局去看看。打完这局再去嘛。
哼，封牌，等我回来再打。我也去。都去吧，你们的蛋糕归我了。蛋糕我好像有点头晕，看来是不能去了。猕猴博士，你去吧。那我走了，你们别作弊哦。哼，你以为我们会像你那么赖皮吗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刚才您的带领人在这里大吵大闹的，我们上前阻止还被他揍了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已经跑了，星际特警马上就到。奇怪了，猪猪侠不会这样的呀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捣乱的家伙还在贵宾室里面呢。不可能，我明明看到他从电梯跑出去了。我去看看。迷糊博士，你怎么来了？这里是被抢劫了吗？怎么搞得乱哄哄的？你别过来啊！怎么了？猪猪侠，你为什么要在邮局里捣乱呢？我捣乱？迷糊博士，你乱说什么？我为什么要捣乱呢？你还狡辩！刚才你把邮局弄得天翻地覆，还弄伤了我们好多人。不是我呀，我刚才晕过去了。哼，我们是有证据的。哼，人证物证俱在，看你怎么抵赖。没道理呀。我记得我打开了那个盒子，里面有一个小球，突然射出一道强光，然后我就晕过去了。小球在哪儿？在那儿。别动，要小心一点儿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也没见过，这东西是别人寄给我研究的。我会不会是被什么神秘外星生物给附体了呢？我会调查清楚的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！他要来了，救命啊！快抓住那个坏蛋！不关我的事啊！真的不是我呀！你被包围了，放下武器，赶快投降！我没有武器呀！你涉嫌扰乱公共秩序，辱骂无辜市民，羞辱小猫小狗，做到小孩屎尿裤等犯罪行为，我们现在正式将你逮捕。阎王啊，我绝对没有偷小孩的纸尿布。你有权说很多话，但你说的话我不会听的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天哪！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？累死我了！阿武，我跟你说，我刚才……猪猪侠！猪猪侠！你偷吃了我的蛋糕，你给我吐出来，吐出来！我没有啊，不是我呀！看你还有什么话说！你还想抵赖？这个真的不是我，15分钟前我还在邮局呢。猕猴博士可以给我作证。你还想抵赖？我对你太失望了。我们的友谊走到了尽头，以后我们恩断义绝。真的不是我呀，我没有骗你。你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了。
以下是一条紧急消息，一名红衣小贼正在城里进行破坏，很多市民都受到了惊吓，该红衣小贼十分危险，请广大市民小心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你使用了分身术。我不会分身呐，不管他是什么人，我一定要把他捉住，还我的清白。哼，你别以为我原谅你了，我只是想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前面的人赶快投降。哈哈，你们能抓得了我吗？都说了，你们抓不到我的了。哎呦！坏蛋！看你往哪儿跑！你什么人？为什么要冒充我？谁冒充你了？我是大名鼎鼎的猪猪侠。你胡说！我才是猪猪侠呢！你瞎说！我才是猪猪侠。到底哪个才是真的猪猪侠啊？我是猪猪侠。他是假的。怎么会一模一样的呢？连声音都一样。阿武，快捉住他，他是假的。阿武，你别相信他，他是假的。你才是假的。你才是假的。你们搞得我好混乱呢。我有个办法能鉴定谁是真的猪猪侠。如果是真的猪猪侠，一定会知道我的古董店的蛋糕是什么味道的。我知道，是草莓味的。不错，就是草莓味的。他是假的，快抓住他！嘿，干嘛抓我？哼哼，真正的猪猪侠根本没吃过我的蛋糕，怎么会知道我的蛋糕是什么味呢？所以你是假的。阿武，你太聪明了。你怎么会用两个？我是被冤枉的，他才是坏蛋呢。不管，一块捉回去。阿武，走啊！别跑，快点跑！站住！近日在城中大肆捣乱的红衣小贼行为古怪，到处搞破坏，警方怀疑他的精神有问题，请广大市民注意。我这猪猪侠，你的精神病要趁早治啊。我说过多少遍了，不是我。好了，我们知道不是你，波比，你们也不要笑话他了。近日在城中大肆捣乱的红衣小贼行为古怪，到处搞破坏，警方怀疑他的精神有问题，请广大市民注意。我这猪猪侠，你的精神病要趁早治啊。我说过多少遍了，不是我。好啦，我们知道不是你，波比，你们也不要笑话他了。所有的谜都被我解开了。迷糊博士，你在说什么？真相只有一个，这个弹珠里面通往一个平行宇宙。平行宇宙是什么东西？大家看这面镜子。怎么了？仇人墙有黑眼圈，好难看呐！瞎起哄！大家看到了，平行世界就好像这面镜子里的我们，真实世界的猪猪侠打开了弹珠，将平行世界的猪猪侠扯了过来。你们明白了吗？完全不明白。这么简单的道理都听不懂，真实世界的猪猪啊！不要说了，我都被搞混了。好吧，真实世界的猪猪侠，以下简称珍珠。珍珠？
珍珠啊！平行世界的猪猪侠，以下简称坏猪。我们当务之急是要把这只坏猪抓住，送回平行宇宙。我马上去。哼，我一定要好好教训那个坏家伙。嗯，等等，把这个电压鼠环也一起带上。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大家抓紧时间，分头行动，不能让他继续搞破坏了。是。嗯，哎。抓住他！快抓住他！我是真的是猪猪侠，我是好人。对啊，超人强，他真的是猪猪侠。咦，好像对哦，那个坏猪没带铁拳虎的。嗯，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把坏的阿武也召唤过来？快把这个阿武也捉了。对哦。嘿嘿。跑啊！哎呀！还想跑？啊！哎呀呀！停！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。我知道波比一个秘密，他一个礼拜才洗一次澡的。波比，你那么脏啊？怎么可能？他乱说的，他是假的，快点他！哎呀呀呀呀！快停啊！我还有一个超人强的秘密，说来听听。哎呀，超人强，你经常上完厕所不洗手啊？超人强，你好恶心啊！乱说，我怎么可能是那种人的？这家伙是假的，快电他！哎呀呀呀！等，我还有。你们今天在咕咚店说我有神经病，要趁早治。假的应该不会知道这件事啊，看来他真的是猪猪侠。我早就说过我是真的了，你们就是不相信。浪费我们的时间，波比，我们走。怎样才能不让别人误会我呢？我想到一个办法。啊？什么办法？你站好了。找到了。啊？这是什么啊？嘿嘿，别动。搞定，现在不会有人认出你了。真的是他，快抓住他。哎呀又来了，你跑不了了。等一下，我真的是猪猪侠。对啊，他真的是你们今天说的有精神病的猪猪侠。你真的是猪猪侠，没事吧？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呢？好了，我们一定会捉住那只坏猪的。我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，让它自己出来。万全之策。下面特别报道，今日在城里大肆捣乱的红衣小贼已经被逮捕。下面是国际，难道他们捉到了那只笨猪？那我不就是这里的猪猪侠了？实在太好了，我可以在这个世界无拘无束。猪猪侠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那只坏猪已经被捉住了，你不用躲了。真的吗？那是当然的，是我亲手把它锁住的。太好了。对了，我在坏猪那儿拿了一件东西，很好玩的。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看，我给你试试。怎么玩呢？你先戴上。是这样吗？嘿嘿，你看好了哟。哈哈。一切很好玩。哈哈哈哈。住手！阿武，你没事吧？可恶，快把遥控器还来！你说这个，嘿嘿嘿，我还没玩够呢。
被人捉弄的感觉如何？哎哈哈哈哈嘿嘿，加大电流，遥控器在这儿呢。小猪猪，你还好吧？我没事。切，就知道人多欺负人，哼！别跑！阿武没事，只是一下子受到电击太多而已。猪猪侠，阿武，给，阿娇啊，这是追踪器。刚才趁他不注意，我在他身上贴上了追踪器。啊，你太棒了，小呆呆，阿武就交给你了。等等，阿娇，阿娇。哼，这帮家伙追得真紧。哎，哼，哎，这里，哎，啊，这里是，啊，糟了，菲菲，快走！啊？哦，莫非这里就是那个家伙的家？我真是太走运了，哼！明明是同样的猪猪侠，为什么他就有那么多朋友，还有这么好的家？真是太不公平了！我要毁掉这一切！小猪猪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妈妈刚做了布丁，来尝尝吧。这是妈妈？啊！小猪猪，妈妈。怎么了，傻孩子？妈妈，妈妈，快来快来，来尝尝妈妈的新手艺吧。这个坏蛋太过分了。别，如果你冲进去，万一你妈妈看见有两个猪猪侠，会吓坏的。哼，可恶的小骗子。不过小猪猪，快试试吧。妈妈，妈妈做的布丁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接受得了的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味道如何？好，好吃，很好吃，我喜欢吃。难道妈妈真的成功了？哎呀，我也好想尝一口啊！太棒了，看来这次真的成功了。我去多做几个，一会儿你邀请你的朋友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吧。嘿，看你还能往哪儿跑？对不起，我投降。这么说，你在那边是个孤儿？因为我没有父母，受尽冷落，没人喜欢我。到这个世界之后，我发现为什么同样是猪猪侠，我却受尽冷落，而另外一个我却受尽爱护，所以你才会到处捣乱的。真的对不起了。直到刚才遇到妈妈，我才想起以前妈妈曾经和我说过的话。其实我并不需要使坏来获得大家的注意，真的抱歉，另一个我。没想到你是那么悲惨的一个我，要不你就留下吧。谢谢你，可是我刚才发现了，来自第二个世界的我不可以在这里待那么久，我必须得回去了。哎呀，传送门调整完毕。好了，我得走了。对了，能请你告诉我怎样可以交到那么多的朋友吗？很简单，
真心待人，别人也会真心待你。我明白了，谢谢你，后会有期。再见了，另一个我，妈妈的布丁，千万不要啊！你说什么？布丁？啊，我知道啦。猪猪侠，刚才他最后一句说的是什么？刚才他说妈妈的布丁超好吃，来吧，所有人一起到我家吃点心去吧。好耶！可恶，最后还骗我。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帮我忙，给我勇气和力量。超级棒棒糖，它有神奇的力量，偶尔失灵也不慌，靠我自己向前闯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勇气来帮忙，让我学会努力和坚强，给我神奇的力量。